自己呢刚刚拿了驾照，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呢，想在路上开一段车。首先呢，就是开车呢一定要非常注意交通安全。那么我们要合理正确的在路上驾驶。那么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就需要系上我们的安全带。好，然后呢，启动。这时候呢，啊，把手刹拉紧。然后管要看左方的车，就是要让直行的车先走，然后要你有安全的时候再出去，然后打转弯灯。这样呢就可以正确的驾驶。